我知影我逐天拢在等你，只想要甲你做伙走做幸福的彼一日。无人会当来掌握阮命，较打拼这世界就会无同，袂当互家己打败，我要勇敢去闯看卖。现实有我残忍，我知美梦有我呢远，我嘛知我大声讲出，我袂放弃 crazy for you。 虽然我的脚底底等无我的，我有信心会当予你快乐，我的体力比别人搁较好，你的健康不免烦恼。我想要甲你做伙，莫想遐多，世界有你我就会快乐。只要你会接受，我比你较会，一切拢会无问题。予我一摆机会。谢谢蔡昌宪。昌宪，你的表现让我太感动了。谢老师，其实每次你在台上的表现都会让我 有想掉泪的感觉。哦，真的哦。不管是你唱抒情的，还是你唱快乐的，我总有一种感觉，讲我是看到你的一个真特殊的灵魂，真实在打拼、朴实的灵魂，经过了偌济努力。打拼都没人知道的情形之下，累积起来的能量在这个舞台上展现的。那你今天真的超帅的，篮球丢过来人家还接得到，你丢过来你也接得到。我觉得这个展现让我觉得 你们是一个好像真的就是一个 team 一样，我觉得真的太棒了。所以爸一样，你也很棒，哥哥也很棒，对不对？谢谢老师。哥哥也很棒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吗？所以今天开心就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棒哦，很棒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请子宏老师讲评。我只有一个感想，就是两位小朋友都很可爱。对，两个 表现的都很好，然后因为都是卡通的歌嘛，对，就是让我们很多回忆。然后玛雅你很棒，老师好。对，然后你的哥哥跟同学也都很可爱，然后那个昌宪，你的舞裙也蛮可爱，我也觉得，对对，我觉得都很不错，让我们很开心。谢谢老师。